奋力表演的美丽舞姿，还有训练时的认真，大家都看见他们的努力。他们来自全省各地，为了要得到这次南岛好乐舞的最高荣誉，四组队伍每天都认真练习。舞蹈对于他们来说是生命，是热爱。大家好，我是吕汉伟，今年18岁，来自屏东台湾族，跳舞是我的生命。跳舞就如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氧气，追求不完的梦想。你好，我是米酱，来自台东阿美都兰部落。我今年28岁，对，那舞蹈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代表我，我就是舞蹈，舞蹈就是我。谢谢。没有舞蹈，就像鱼没有水一样。鸟没有天空，牛没有田，铁牛没有小轩。我是来自台北的阿美族正直。我是台中的泰雅族船长。我是台东的阿美族曾冠杰。我是来自桃园的阿美族李冠伟。7月26号将在鹿野高台举办最终场赛事，欢迎大家前往为选手们加油。东台宣布政府李婉珍的采访报道。